你搁这晃晃悠悠的要干啥呀？啊，主庄，想吃这个罐头是吗？你忘了这罐头咋回事了？昨天晚上你跟郝大哥干仗，你把郝大哥脑袋毛薅掉一绺，这不是人家毛宝给大哥准备的慰问罐头吗？咱晚上再吃行不行啊？啊？你看，哎，不让吃就眼泪巴叉的。你看看，哎，一提给大哥脑袋毛薅掉这事儿，大哥还不愿意呢，一会儿就吃这个罐头行不行啊？完了，这下大哥让人薅毛的事儿全都知道了。行了，这回你拿捏他了，你猛了行不行？这回你猛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他也不是故意薅你毛的，那不你欠你是要拿捏人家吗？让人反拿捏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干了，马上吃麦富迪的羊奶大肉罐。